家好，我们山里现在有一种野果子成熟了，鲜红鲜红的，很诱人。小时候经常摘来吃，不知道你们吃过了没有？看，就在我身边的一棵树上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看，就是这棵树。看这种野果子，那种鲜红色的就已经成熟了。看，这是它的叶子，还上面很多那种非常刺手的倒刺。像这种鲜红色的都已经成熟了，看摘下来上面有白色的液体，我们这叫山荔枝。这种树叫做穿破石。看这种果子，这种成熟了的鲜红色，很诱人。看这些都鸟吃的。这里叫山荔枝、野荔枝、野果枝。看它的外形有一点像荔枝，但这种成熟的鲜红色很诱人，鸟特别喜欢吃。像这种树叫做穿破石，像这种树在山里都很稀少的，它的花期一般是在5到6月，果期是9到10月，现在都已经成熟了。这个很甜的，我们小时候也经常摘来吃，不知道你们吃过了没有。像这种野果子，在我们当地的老人都说用它来泡酒，有解湿气和助睡眠的作用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看这种鲜红色的都已经成熟了，这一果肉都圆圆的。